迎来到今天的王者至尊，我是主持人陈宇。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股市当中的专家，华冠投顾王彤王老师，神仙大神红包彤玉芝彤，你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哇，老师，你今天发红包给我们的会员呢？发了三包。是啊，等等会告诉各位。好，今天来到了2月1号，礼拜三喽。首先，先来关心台北股市的表现。大盘中场上涨了154点，收在15420点，成交量为2336亿元。老师，今天又来到了二月份第一天交易日嘞。对。而且二月份第一天交易，你就发了三包红包给我们的会员呢。我现在问各位一下啊，昨天我们大盘不是跌了228点吗？是啊，那市场上又是一片悲观呐。对啊，对，空方的言论，空方的气息，哇哟，好凶悍哦。是啊，大家都不看好今天大盘。对，结果今天当场又呜呼哀哉。是，哇，老师，这个大盘很给你面子。对对对，哎。我看得懂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还是要强调一句话啊，这个礼拜天什么日子？元宵节。好的，元宵节干什么？我们要看灯会。这就是小美眉就是爱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只想出去玩呐、啊。看灯会是人之常情，同时呢也会吃汤圆，对不对？对。看灯会、提灯笼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但是王彤今天给你的什么？给你红包袋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一点请你多留意一下。那么我一直强调啊，元宵张灯结彩，福兔标股来。我来告诉你啊，我们张灯结彩是真的给你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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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跟你讲假的啊，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啊。而且这些个股都是底部成型去。准备蓄势待发了，是，而且老师给你光明灯，指引你前方的道路。对，那你一定要配合盘势嘛，盘势要看得懂啊。对啊，盘看不懂，我给你再厉害的个股，那盘跌了500点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个股顶多是平盘。是，这是不变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这我讲的就是实话嘛，所以看大盘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么大盘谁看得懂？王彤老师啦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。王彤的大盘可以说几乎叫万无一失，是，准确度真的太高了啦。好啦，现在给你讲啊，这个福兔标股来啊，四档看到没有？有。那你是我 LINE@ 的铁粉朋友们，你只要留言我要跟上折地行情标股行列，我们就可以让你免费索取。如果你不是 LINE@ 的铁粉，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，6630321，也是可以让你免费索取。是，而且里面呢就只有四档个股哦。我再强调一遍啊，这四档个股给你用到端午节。对，重点是这些个股还在底部，还没有发动的。对，那讲的够不够啊？很够啊。好，那这样子我已经几乎都讲完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剩下就等着你要做什么动作啦？当然是来数钞票啦。啊，对对对。但老师，我们今天会员朋友们又数到钞票了，好，是不是可以公开告诉大家？好，可以。来来来来，告诉你们一下啊，我们就按照时间点来跟各位讲，来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。至尊大师在早上9:16发出了一则讯息，内容是：恭贺各位，6182的合金冲高出在45.4到45.5元，我们买在42.3到42.2元，这是打打牙祭，是今年的第12个红包。哎，打牙祭还是红包啊？是啊，打牙祭还是让你赚钱的。对，只是赚的幅度稍微少一点点，但重点都是赚钱的啊。来来来。你打一下6182，好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那6182，你看它一冲高，一冲高的时候，这是最高是45.7啊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后面就开始就停在这里，收盘45.5了，对不对？走势很稳健。好啦，问题是我们发出去红包，重点是你有没有买？一定有没有啦？你之前没有买，今天发红包跟你什么事啊？是。好的，再看下一档，来来看清楚了啊！至尊大师在早上9:17。发出了第二则讯息，内容是：恭贺标马会员3169雅信已达获利点115元，我们买在100元，再次以全数获利下车，这是今年的第13个红包。来，3169雅信，拜托你打一下。好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。最高多少？115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好了嘛，
我一五什么时候讲的？今天以前就讲过了，是，请你们注意那个点，到的时候自己出。对，我讲的还不够啊？很够啊，那就好啦。那么你如果没有办法出到那一点，你稍微降低一点也可以啊，也是出掉了。是，那重点是你看我们的成本在哪里？100元啊，好了好了。那这样算一下有没有10%以上？当然有、哦、当然超过了嘛。是，好，再看下一档，来来来，这一档至尊大师在早上9:42发出了另外一则讯息，内容是恭贺飙马会员2383的台光电已达获利点193元，在此可全数获利下车，这是今年的第14个红包。看到了啊、哦，来看到了2383打一下。结果你看到2383，看到没？今天最高点是多少？最高点是194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次连帽冲高，而台光电会比较慢？不要忘了，我打个 K 线给你看。台光电在这一天，在这一天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发生了一件事？火灾，是，对不对？就导致它的股价被拖累下来了。这样够清楚的吧？很清楚了。好了，今天是不是给了3个红包？当然是了。那你现在看看，2023年发出了14个大红包，来，拜托你念一下吧，来。8016的细创，3034的联咏，8183的金星，6679的裕泰，4961的天宇，2368的金相电，2454的联发科，2454的联发科，2368的金相电，3532的台盛科，8016的细创，6182的合金，3169的雅信，2383的台光电，总共发了14个红包。哇，14个！哎，在那边有稍微交代一下啊、哦，我的会员朋友们，元宵节快到了，我相信这14个红包足够你买汤圆了。老师，元宵节他们想买什么、想吃什么都有股票来买单了。对的嘛，股票都帮你准备好了、不是准备好了，股票都给你换现金了，是，对不对？老师有帮大家准备股票了，这才是你要的嘛。对啊，不是说的一天带我看什么涨追什么。哎呀，我再次强调一遍啊，看涨追涨谁都会，要在底部成型，未来会涨才叫本事，是才叫功力呀、啊，才叫功力。你已经涨到这里了，再给你讲它后面还会涨，那你前面这段是不是就白费了嘛？那我们现在是它打下来，在这里整理差不多了，我们在这里切入，那上去这一大段是不是全数是我的？是差别哦。所以呢，我再告诉你，王彤有一句话，这句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？王彤的股票会涨停，涨不停。王彤的股票是一直不断让你发红包，数涨停，涨不停，记得吧？记得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回头再讲一件事情啊，给你看看一个讯息。昨天呢，王彤公开讲，衰退风险的消退了。IMF 上调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昨天1月31号讲的。那我还讲官方数据后知后觉，至尊领先市场。那么今天早上那些不专业财经台已经在讲这个消息了。哎呦，太慢了，王彤之前就告诉你了。是啊，什么通膨的、升息的，2月升息几率50%的，要升到多少呢？你关了个什么事啊？我一直告诉你，那个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的，你一直要上当受骗，我也没办法。是啊，讲到这个，我还必须要讲一件事情。这个昨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，也不能讲的一个投资人呐、啊，加上我加入我的会员，是加入我会员直接跟我讲一句话：老师，我跟着别的老师的操作，别的老师啊、哦，现在的现金只剩15000，但是我满手股票，请你帮帮我看怎么能够扭转乾坤。好，我碰到这么一个客户。当然现金就15000，你怎么缴会费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要了啊。但是我后面教你调整，慢慢慢慢挪出来。这是我碰到的亲身案例哦。那你们还是相信人家，你会相信吗？那我问他，你原来资金有多少？原来资金500万。好多哦。输到只剩15000。也差太多了吧。还好了还好了，还没有当乞丐。不过话讲回来，他手上还有一大堆的股票。是。那些股票都是现金，可以有办法变现。那怎么变？靠王彤帮你。对。所以这是我碰到的亲身案例啊。
那就像是我今天跟你讲嘛， IMF 昨天讲的消息给你看了啊，昨天给你讲的消息今天再给你看，今天给你看啊，看什么？这个人谁？刘阳伟。刘阳伟。刘阳伟是谁啊？是鸿海的老板。哦，我再强调一遍，鸿海老板不是郭台铭啊，你们不要搞错了，郭台铭是大股东而已啊。你们不要先当讲郭董，郭董他现在不是，他是一个平常人，我没有去污蔑他的意思，不是，而是我跟你讲，现在主持事的是刘阳伟，请你们观点搞清楚，他叫郭先生，这样清楚了没？清楚。好了，刘阳伟说什么？景气下半年渴望翻转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那王彤给你讲了嘛啊，这个是台北报道鸿海啊，台北报道鸿海的今天上午举行开工团拜，董事长刘阳伟表示，所以刘阳伟才是真正的刘董，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？清楚。好了，王彤告诉你，股市是领先经济的橱窗，下半的上半年会提前反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还要等到下半年好转，好转我们再反应呢，那就落实了。是啊，落后了。你现在就开始赶快逢低布局好股票。是，而要布局什么样的好股票，王彤老师都帮大家准备好了，就在这个元宵飙股里面。所以投资票们，如果你昨天还没有预约索取的好票们，今天都一样有机会哦。这个元宵张灯结彩福兔飙股来，总共就只有四档飙股哦。里面呢，这四档飙股都还在底部，还在低档，都还没有喷出去，都是你们最好的机会。如果你是铁粉的好朋友们，只要留言我要跟上折地行情飙股的行列，就能直接免费索取了。那如果是一般投资人，直接拨通电话进来，02-6630-3221，02-6630-3221，就能直接免费索取咯。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也谢谢王彤老师来到节目现场。昨天节目的结尾我还特别讲了一句话，明天行情不差啦，看到了啊，看到了。好了，谢谢主持人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